21岁的吴佳妮近日晒出了两个儿子的近照，大儿子马世天17岁，二儿子马世新15岁，兄弟俩站在妈妈身后，为妈妈提供满满的安全感。吴佳妮一脸欣慰和骄傲地与两个儿子合影。照片中，大儿子马世天戴着眼镜，发型乖巧，一脸正气；二儿子马世新则更注重时尚打扮，模样更像妈妈，戴着毛线帽，穿着卫裤，显得更嫩更帅气。网友纷纷表示，吴佳妮和两个儿子看起来像姐弟。41岁的她依然年轻有少女感。马世天与父亲马景涛极为相似，留着同样的发型，但融合了母亲的俏丽和肤色，更像奶油小生。而马世新则更可爱，烫了爆炸头，眼睛和妈妈几乎一模一样。尽管他看起来稚嫩青涩，但实际上还学习了跆拳道，并在比赛中获奖，是个运动系的小男孩。如今62岁的马景涛和41岁的吴佳妮看到两个儿子长大成人，应该十分欣慰。两人曾在《封神榜》剧组相识并走到一起，如今虽已分开，但孩子是他们共同的骄傲。